那就新增了一个案804啊，案804也是从英国来台，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共有五例的这个英国变种的这个病毒株啊。我们昨天说我们有定序了31株的这个是否为这个确认是否为这个英国变种的病毒株哦。那今天这31株都完全的完成了这个检验啊，完成了定序哦。那就新增了一个804啊，804也是从英国来台，那是12月29号来台啊。那这个再做一下说明，所以目前为止就共有五例的这个英国变种的这个病毒株啊。